My wife shot herself. 可是她的右手她是比这个姿势。Oh. She granted permanent political asylum to Kurt. Doreen，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 Doreen 快知。今天我们要吃的是墨西哥料理，然后我点的是两个 tacos， 一个是 shrimp， 一个是、牛舌，然后老公点的是 chicken burrito， right？ chicken， 嗯，对，所以在这边，然后他拿走了，谢谢。这家是我很喜欢吃的 tacos， 就是我觉得超好吃的，嗯、超大口。后来发现我很喜欢他们家的牛舌这个口味的 tacos， 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吃牛舌的人啦，觉得他们家的虾子超好吃，给你们看一下，而且我觉得很大一个，嗯，我已经很久没有点他们家的虾仁 taco， 因为我前一阵就是爱上他们的牛舌 taco， 所以我就一直点牛舌，一直点牛舌。嗯，爱吃牛舌的拜托请留言。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日本去东京去吃利久牛舌，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在天堂，利久牛舌的牛舌饭也太好吃了吧。我一直在跟我老公说我想要等疫情过去跟他一起去日本，我想带他去吃牛舌，因为他一直觉得就是牛舌没什么好吃的，可是我觉得你在还没有吃过好吃的牛舌。嗯，嗯，好好吃啊！我觉得是我的亚洲人 Asian part， 就是我还是很爱吃内脏类的东西，我很爱内脏跟猪皮啊、肥肉啊这之类的。我今天要讲的故事蛮复杂的，就是牵扯到很多东西，牵扯到阿根廷啊，牵扯到国际警察啊。还有牵扯到911恐怖攻击，所以我今天要尽量吃快一点，这样我才可以赶快开始讲，不然会很长。好好吃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每次去，就是如果是一家你们常常去的餐厅，你们会不会有就是你都固定点某一样东西？像我就是每次都点 taco， 然后他就是每次都点 burrito， 然后我常常都会想说，我下次要点不一样的，下次要点不一样的，然后每次都点一样的。嗯，我们刚才来讲这件事，嗯，而且有时候在排队点等餐的时候，我会看那个 menu， 然后想说，或许这次来试试看什么，试试看什么，然后可是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说 tacos， 我爱这种饭，有味道的饭，嗯，我超爱香菜的。谁也喜欢吃香菜？我。对，我老公也很爱 cilantro。嗯，现在冬天啊，我们家这边天黑都黑超快的。现在才五点多哎，然后天已经全部都黑了，我超讨厌这样的。嗯，我前一天才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现在吃辣的功力越来越烂。我其实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没有到很会吃辣，我是蛮喜欢吃辣，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很会吃。可是我来美国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越变越烂，然后现在只要一点点辣，我就会觉得受不了。嗯，反正我的忍耐辣的功力变得很烂就对了。那我就觉得今天的虾有点辣。可是明明应该就是没有到很辣，不会辣的东西。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它是发生在2002年1月1号的美国 Denver, Colorado。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案件呢，是会让我自己听完之后我是很生气，就是我会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先来讲故事的主角之一，他的名字叫做 Kurt Sonnenfeld。
然后我要先讲一下 Kerr 他的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因为我觉得跟后面有一点点关系。 Kerr 他是出生长大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他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就是他们家很平凡，没有特别有钱，也没有特别穷，可是他们一家就是很幸福，一家四口，他有两个兄弟姐妹。那 Kerr 从小就是比较 free spirit 这种感觉的个性的小孩啦。那他爸爸妈妈都说 Kerr 是他们兄弟姐妹里面最 artsy 的一个，然后他也就比较叛逆，所以他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有喝酒跟吸毒的问题，高中哦。然后后来到他上大学之后，这个问题就是变得更严重，他就一样还是有喝酒，一样有吸毒，然后还有很多次 DUI。我查到印象中就是至少有三次，然后好像以前那个时候的 DUI 并没有现在罚的那么严重，所以你会觉得他可以很频繁的一直在犯错。 Kerr 后来他是在一个酒吧认识了 Nancy 后来也变成 Kerr 的老婆。那他们两个其实算是一拍即合，因为他们两个、喜欢的东西还蛮像的，他们俩都是非常外向活泼的人，然后都一样很喜欢户外的活动，他们都很喜欢出去玩啊，去 party。 所以他们交往三年之后就结婚。那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感觉上都还好，因为就像我讲的他们喜欢的东西一样嘛，所以他们就会一起出去玩啊，去度假啊，去墨西哥度假啊，去 Aspen 滑雪啊，这之类的，所以他们感觉上就是非常的很恩爱的一对新婚的夫妻。那 Nancy 的爸爸妈妈形容 Kerr 就说他是一个非常幽默有趣的一个年轻人，就像我讲的他就是比较不受拘束嘛，他就是 free spirit 这种感觉。那 Kerr 跟 Nancy 的邻居他们形容这一对夫妻，他们是说他们是 beautiful couple， 因为他们两个外表上面看起来都是长得还蛮好看的一对新人。然后邻居也有讲说在他们两个之间 Nancy 比较感觉上严肃的那一个，然后 Kerr 是比较 lay back 比较 chill 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其实觉得可能 Nancy 也不是故意要严肃，是你要，毕竟你要组起一个家庭啊，你总不能两个人都好像耍耍这种感觉，就是还是要有一个人比较打理一切啊，因为你总不能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因为 Kerr 就是他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人。 Nancy 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然后他工作做得很好，他老板很喜欢他，就是他事业很有成就对了，然后他后来还有被升职，就是做到更高的职位，所以 Nancy 在事业上面他是非常得意的，就是他很成功。反观来看 Kerr 他就是工作都做不久，他会一直不停的换工作，就他做一下就觉得说哦好无聊我腻了，然后他就又再换，然后是一直到后来他找到一个工作是在 FEMA 当videographer， 然后这个也只是 part time 哦，可是他在 FEMA 做最久。FEMA 就是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那他们主要就是他们会去天灾啊重大灾难的地方，他们会去救援，然后他们也有这个职位就是会有摄影师跟录影师，因为他们要去录现场的状况跟拍照，所以你可能很多时候你在新闻啊或者是纪录片啊或是书籍里面你看到那些灾难的照片，就是他们这种就是 Kerr 他们这个职位的人去拍摄的，所以他在这个 FEMA 的工作做最久。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 FEMA 这工作常常需要他出差，就是需要他飞来飞去，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去哪里嘛，那他可能觉得这样比较有趣吧，就是没有那么无聊，所以他 FEMA 的工作是他做最久的工作。那你可能会想说他们一个 Nancy 他在广告公司做得很成功，然后你看 Kerr 后来也在算是在 FEMA 找到一个他算是他喜欢的工作，你可能会想说他们俩事业都很有成，那是不是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俩后来就开始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就比较常吵架。像包括说 Nancy 在他30岁之后，他就觉得说他不想要再这样常常出去玩。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他年纪比较大了，就是你不会想要在外面野，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是他说他想存钱，就他想要为了未来做打算，那他总不能这样一直出去玩啊，你出去玩就是花钱啊，所以他就不想，他就想要尽量减少出去玩的这个时间啦。可是 Kerr 完全跟他相反， Kerr 就不 care， 他就是还是照样喝酒照样 party， 所以他们俩常常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吵架。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是 Nancy 就会跟他的姐姐 Amy 抱怨，因为 Nancy 跟他的家人非常的好，就他们很亲近就对了，所以他不管生活上面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去跟他的爸爸妈妈或是他的姐姐，就是会他会抱怨会去讲。然后 Nancy 就有跟他的姐姐 Amy 讲过说，他说 Kerr 很爱控制他，今天只要 Nancy 没有跟 Kerr 在一起，Kerr 就会规定 Nancy 说你一定要定时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你在干什么，打电话给 Kerr 报备这种感觉。然后 Nancy 就觉得说，就是他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有跟他姐姐这样讲过。你刚是什么？后来算是最严重的一个转捩点是在，因为 Nancy 觉得 Kerr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很吵，
然后他就跟 Kurt 讲说，我不想要跟你一起睡，他说因为你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Kurt 就说不行，他说你不能跟我分房睡，我们就是要一起睡。然后 Nancy 就觉得他真的就是 很困扰，因为他说他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Kurt 打呼真的太大声。所以 Nancy 就有去跟他自己的妈妈抱怨这件事情，他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我这样晚上都不能休息。然后 Nancy 的妈妈就有建议 Kurt 去做一个鼻腔的手术，就好像那个手术是可以让打呼会比较缓解这样。然后 Kurt 原本是不想要去做这个手术，可是 Nancy 就可能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僵持不下吧，因为 Nancy 就说我就是没办法睡觉，所以 Kurt 后来还是去做了这个手术。可是他做完之后，可能那个手术需要修复期，就是会有一阵子会痛。然后 Kurt 就很生气 Nancy， 他就会抱怨，就会说你看都是你，你叫我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现在这么不舒服，这么痛，都是你的关系。还有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医生有开给 Kurt 止痛药，结果 Kurt 就开始滥用那个止痛药，就是上瘾跟滥用，他就开始算是又变成就是又回到吸毒这条路了。因为我不知道说他跟 Nancy 结婚之后他还有没有继续在碰毒品，这点我查不到。可是至少我们知道是说他自从他被开这个止痛药之后，他开始 abuse the painkiller， 他就又踏回就是继续吸毒这条路，这点是确定的。而且他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变得很古怪，他就开始跟 Nancy 变得比较疏远，然后包括他去染金发啊，然后态度很差，就是这都是一个在这个就是开刀事件之后，就是一切好像就变得原本就好像在走下坡了，可是这个开刀事件之后整个就是再更往下，就是变得更糟糕。2001年9月11号那天，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天就是美国纽约发生911恐怖攻击嘛，那时候 FEMA 就有派人去到 Ground Zero 要去救援，然后后来他们也有派 Kurt 去到 Ground Zero 去当 videographer， 就是去录影。 FEMA 那时候只有总共派了两个 videographer 去到 Ground Zero， Kurt 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其实 他那时候、这个工作算是让他得到蛮多的名声嘛，就是名气，就大家都知道他。因为你要想全部，因为 Ground Zero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下去嘛，那时候是只有 救难人员跟像他这样工作的人才可以下到 Ground Zero， 所以他们拍出来的照片跟影片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嘛，因为一般人下不去嘛，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到底里面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有靠他们这样拍出来的照片跟影片。所以他那时候就因为这样他受到很多的采访，就是很多新闻啊或是媒体啊都想要采访他，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可以跟很多明星到面拍到照这样。可是他那时候下到 Ground Zero 是在911发生之后的一个礼拜 FEMA 才派他去的，所以他并不是第一天就到，他是一个礼拜之后，这一点后面蛮重要的。所以他是一个礼拜之后才被 FEMA 派过去。那就像我讲的，他就是很多媒体都会想要采访他，然后大家都有点把他当英雄嘛，因为毕竟他下到 Ground Zero 还是危险的，因为就算是一个礼拜之后其实一切都还是很不稳定，然后会有很多的废气跟那些灰尘那些东西的，所以他还 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所以那些新闻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都是把他当作像是有点英雄的感觉，就是说哦，你真的很伟大，你下去这样工作，类似这种感觉，是很享受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带给他的名气。 Nancy 的姐姐就在回想这件事情，她就说她记得 Nancy 有跟她抱怨，她就说她觉得很恶心，因为她说这件事情是非常悲伤的事情，可是 Kurt 却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她非常享受这种很有名，然后大家好像很爱我这种感觉。然后她说她还会 Kurt 还会跟 Nancy 就是有点像是 show off 这种感觉嘛，就是拿她跟明星的合照给 Nancy 看，就说哎，你看我今天见到那个谁谁谁谁谁谁这样，就是Nancy 会觉得说你的态度不对啊，这是很悲伤的事情，你怎么会这么悲伤的事情，然后你很就是很得意，觉得很奇怪。他说他 totally gross out， 他这样跟他姐姐讲。客人那时候在纽约，他在去到 Ground Zero 拍摄的这段期间， Nancy 有去找过他一次，然后结果 Nancy 发现 Kurt 在他工作这段期间还是在吸毒，而且他还把卖毒的人找到饭店来，就是找到他的饭店房间里面来买毒，刚好被 Nancy 看到，所以 Nancy 就超生气。Nancy 就跑去跟 Kurt 的主管告状，就说 Kurt 在 on duty 的时候是在吸毒的。 Kurt 的主管当然就很不高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 Kurt 的主管就跟 Kurt 讲说你现在就回家，就是你不要再继续拍了，你就现在就回家。所以 Kurt 是所有 FEMA 团队里面最晚到 Ground Zero 然后最早离开的一个人。他后来他回到 Denver 之后，他在十月底的时候他跟一些 FEMA 的同事去 camping， 他们去玩，然后在他 camping 结束要回到 Denver 的路上，他停在 Aspen 旁边的一个小镇，因为他被警察逮捕，警察怀疑他偷东西。
然后警察抓到他的时候，他喝的超醉，烂醉，他连站都站不稳，然后他就跌倒，好像跌得蛮严重的，所以他那时候被送去医院急诊。然后他在急诊之后醒过来，他说他什么都不记得，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还是他在装笨，你懂吗？因为他可能真的有偷东西，我们不知道。那警察因为证据不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又说我什么都不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所以警察只能放他走。所以 Nancy 那时候还要从 Denver 开去 Aspen 把他接回来，就他就是不停的在闯祸就对了啦。然后后来同一年的11月，科尔跟 Nancy 在很久之前原本就有讲好，他们那个11月感恩节他们要去泰国曼谷度假。 Nancy 就很不想去，因为科尔的哥哥就有跟 Nancy 讲说你要小心一点，他说因为科尔有跟我讲他想要去曼谷的原因是因为曼谷的毒品比较便宜，比较好拿到，他说所以科尔根本不是想要跟你去度假，他是可能是想要去吸毒。那 Nancy 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超级不想去，然后 Kurt 就跟他讲甜言蜜语啊，就说没有啊，他就说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感情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 trip 我们把它当作是 save our marriage kind of trip， you know， 我们就是去度假啊，想办法修补我们俩的感情啊。所以 Nancy 后来就还是跟 Kurt 一起去了。然后他们到曼谷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出去吃饭嘛，然后在餐厅哦， Kurt 中途说我要去上厕所，他就消失一个多小时没有回来。然后后来他过了快两个小时哦，他回来，他跟 Nancy 说哦，我刚刚迷路。相信啊，他说我迷路。那好，他这一个多小时到底去哪里，我们等下就会知道。那后来他回来之后他们就吃完晚餐嘛，那他们就回去饭店。那天晚上在饭店的时候， Nancy 发现 Kurt 全裸趴在浴室的地上，然后 Nancy 就说你在干嘛，然后 Kurt 就说我在找我掉在地上的海洛因。所以他那一个多小时去哪里应该不用我讲了吧。Nancy 就气炸，他就说你来，就是你又就是又吸毒，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吵架，然后吵得非常严重。Kurt 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护照都拿了，他就说我要走，他说我不想跟你住在一起了。然后 Kurt 就是转头就走，就离开饭店。Nancy 就吓傻，因为他现在护照没了，他怎么回美国？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先打电话给他爸爸妈妈，他就开始哭，因为他很慌张嘛。然后他爸爸妈妈就安慰他说你先不要担心，你先不要难过，他说好，那你明天先去美国在曼谷的大使馆，你先想办法去申请一个临时的护照，那你就先回来。所以好，后来隔一天 Nancy 就真的有去到美国大使馆去申请到了临时的护照。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隔一天突然之间就是可能心情比较好或怎么样，因为他原本是要马上就回美国，可是他后来决定他不要马上回，他说他觉得说他人都已经在曼谷了，他想说他还是去看看，就是去观光一下，然后可能买一些纪念品。所以他隔天在拿完临时护照之后，他就去就是买一些纪念品给他的家人啊，然后还是有去走一些曼谷的景点。后来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联络上 Kurt， 可是他知道 Kurt 住在哪一个饭店，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去那个饭店要找 Kurt。结果他一进到那个饭店的房间，他看到 Kurt 跟两个女生全裸都没有穿衣服，而且那两个女生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他们正准备要去泡澡，整个房间全部都是白粉。那白粉是什么粉，我就也不用我讲了吧。Nancy 就气炸啊，他就很生气，他说天哪，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曼谷，就是我不会讲泰文，我什么都不会，然后你在这边跟不认识的女生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俩就大吵架嘛，科尔还跟 Nancy 讲说这是你的错，他说你要是昨天不要跟我吵架，我也不用出来住别的饭店，他说所以是你的问题。 Nancy 就跟科尔讲说我受够你了，他说我现在就要回美国，然后回美国之后我就要跟你离婚。所以后来 Nancy 就真的买了下一班回美国的飞机，他就先回美国了。那他在回到 Denver 之后，他是他的一个 cousin 来接他。那因为英文讲 cousin， 所以我不知道是表姐表妹还是堂姐堂妹，反正就是 cousin 这样，就是他的 cousin 就有去接他。那个 cousin 讲说 Nancy 看起来他当然是难过，可是他并没有到说真的是绝望或者是就是不想活这种感觉，他当然是沮丧，可是他并没有说真的很严重。然后他就有跟 Nancy 聊天，那 Nancy 就跟他讲说哦，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 Nancy 就有提到说他现在有点担心，他怕他自己的经济被Kurt 拖垮，因为他说在他离开曼谷没有多久，他就发现他的信用卡被 Kurt 刷了一笔600块美金的去按摩店按摩的钱。然后这边我就要提到，因为像我讲的 Kurt 工作有一搭没一搭嘛，然后你看就像他在 FEMA 工作也只是 part time， 那像他吸毒喝酒啊这些事情都是很花钱的事情，所以其实他自己的钱根本不够用，所以其实整个家的支出跟开销一直都是 Nancy 在负责，然后 Nancy 还要给 Kurt 一张他的卡， Kurt 都是刷 Nancy 的卡，
所以包括说像他这些什么去吸毒啊玩啊的钱，其实都是 Nancy 在付钱。所以 Nancy 就有跟他的 cousin 讲说，他说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就是我不想再付他这些钱就对，所以我真的是我要跟他离婚。他说可是在我跟他离婚之前，我还是想要帮助他最后一次，他说我想要帮他付那个去 rehab 的钱，就是我希望他可以 come clean 然后我再离开他。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 Nancy 是傻还是他真的就是很在乎 Kurt 这个人，就他还是想要帮他最后一次。他在 Nancy 回到 Denver 的隔一天，他的姐姐 Amy 就有去看他，然后他说 Nancy 看起来就是其实还 OK， 他并没有到说真的是很难，他当然难过，可是并不是超级无敌难过。他还有跟 Amy 就是聊天啊，说他在曼谷他不是有去走一些景点吗，他就在跟他讲说哦，我看了什么看了什么，然后他还拿出他买的纪念品要给 Amy 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就是会笑会聊天这样。那他当然最后是有讲到 Kurt 的事情，可是就是他就有跟 Amy 讲说，他说我的下半辈子我没有办法跟这个男人一起生活， We can't even go out， 他说每次只要出去吃饭 Kurt 就一定会喝醉，然后他喝醉之后就会开始找人家吵架跟打架，所以他说我连跟他出去我都不能出去，那 我人生 我还年，他那时候才36岁，所以他还很年轻。他就跟他姐姐讲说我没有办法这样下去。Kurt 就从曼谷回到美国嘛，那他回到美国之后 ，Nancy 叫 Kurt 去睡客房 ，Kurt 还很生气 ，Nancy 把曼谷的这件事情跟家人讲，然后我就觉得说不是啊，那要不然你期望他怎么样，他都不要讲嘛，怎么可能不讲？然后反正 Kurt 就是有不高兴，他就说你干嘛要跟你的家人讲说我在曼谷就是做这些事情。分房睡的这件事情就持续嘛，然后一直到那一年的圣诞节，那原本 Kurt 是要叫 Nancy 跟他一起回 Kurt 的家去过圣诞节。然后 Nancy 就说你如果要我跟你回去，那你就要跟你爸爸妈妈讲你在曼谷做了什么事情。然后 Kurt 就说我不要讲。然后 Nancy 就说 OK then 那就 never mind， 你就自己回去吧，我不跟你回去，我要跟我的家人过。所以后来他们那年圣诞节是分开过的。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 Nancy 的家人都说 Nancy 看起来就是其实很正常，他并没有特别难过。然后他有提到说他有去跟 Kurt 的drug counselor讲，就是聊天，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帮他戒毒的这个老师吧，就有跟 Nancy 讲说 Kurt 这个 case 是他看过最困难的一个案子，他觉得 Kurt 要戒毒没有这么容易，所以 Nancy 就跟他的家人讲说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因为他原本不是希望 Kurt 可以 come clean 之后他再跟他离婚嘛，因为他想要帮助他戒毒嘛，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戒毒老师就这样跟 Nancy 讲，我觉得可能很难，所以 Nancy 就觉得说如果我真的一直等，那我根本也不用离婚啦，就是因为他感觉上就是不可能 come clean 嘛，所以他就跟他家人说我觉得我不会再等下去了，我就是要离婚。然后这是圣诞节的事情。那后来在12月31号就是新年过跨年夜那一天，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Nancy 后来还是跟 Kurt 一起去了一个那种 跨年 party， 然后 Kurt 是说因为 Nancy 跟他感情又变好，可是我们不知道，因为 Nancy 后来就不在了嘛，所以我们问不到理由，可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们俩还是一起去了一个跨年 party 就对了。他们没有在那个 party 待到很晚，因为在2002年1月1号的1:40，就是早上1:40的时候， Kurt 打了一通报警电话，然后他在电话里面讲说 My wife shot herself， 然后警察跟医护人员很快就赶到他们家嘛。那他们赶到他们家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是2层楼，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门是锁着的，然后他们就可以看到从窗户里面看得到 Kurt 就在一楼在门口附近，然后他们就说赶快开门， Kurt 就说哦，我不知道怎么开，他说这个门需要钥匙，而且从里面也需要钥匙才可以开，他说我找不到钥匙。然后警察看得出来 Kurt 看起来就是精神恍惚，然后连走路都这样摇摇晃晃这样，你就看到 Kurt 这样很笨手笨脚想要找钥匙，可是他根本找不到。然后警察就说我们没办法这样等你，所以他们就直接打破那个门旁边的窗户，然后他们所有人警察跟那个医护人员就从窗户爬进去。然后我觉得其实超怪，我觉得今天如果说你打了一通报警电话，你说 My wife shot herself， 然后你竟然还没有马上去开门，或是没有马上去找钥匙，我觉得很夸张欸，因为这分分秒秒都很重要，如果你还想救他的话。但反正这是题外话，那我要讲的就是他在门口那边，然后他说他找不到钥匙，所以后来警察他们是破窗而入，然后警察说他们进到家里之后就发现 Kurt 全身都是酒味，他酒味超级重，然后他两只手全部都是血，就像我讲的，他感觉像精神有点恍惚，然后走路也这样摇摇晃晃。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脸上有一层薄薄的 blood mist，
这点后面很重要。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他脸上有很多明显的淤青啊，还有伤口，这样就是比如说他右眼是整个是 bruised， 然后还有一些 scratches 啊，全部都是就对了，就很像他刚刚跟人家打架过这种感觉啦。然后警察说他们一进到家里，一楼看起来都很正常，一楼是干净的，所以他们就想要往二楼去。然后他们就上了二楼，然后到二楼之后，他们一进到主卧室，就看到 Nancy 她躺，有点像是半坐半躺在那个 chaise lounge 上面。chaise lounge 是贵妃椅，应该是这样翻。然后警察他们一进到那个房间，他们就有发现不对劲，他们觉得这不像是就是 Nancy 自己杀自己的这个现场，因为第一个是房间超级乱，就东西散落一地，然后连那个床垫都歪一边。然后还有地上有很多很多撮长的咖啡色的头发，就是 Nancy 的头发，那很像就是你们有打过架，然后可能头发被抓掉这种感觉。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再第二个是警察马上就去看 Nancy 的状况嘛，然后就发现 Nancy 的死，他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死，他还有一点点呼吸，就是他的最大的最严重的伤口就是他的脑子后面有一个弹孔，就是枪的弹孔，可是那位置是在耳朵的后面，就是后脑勺这边右边的后面。然后警察就在想说，今天一般来说如果你是要自己结束生命，你不可能用一个这么奇怪的姿势，就 这不符合人体工学，他们觉得这不太可能。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是，他这个弹孔的位置并没有灼伤的痕迹，就表示那个枪不是贴着的，它是离的有一段距离的。然后警察也说这不像，因为他说今天他们的经验，你今天如果是自己结束自己生命，你就会抵着，你不会离一段距离，所以警察马上就觉得这不对劲啊，就是你怎么说是他自己射自己，所以警察就马上觉得这可能是凶杀案，这不是自杀案。那他们马上就先把 Nancy 送去医院嘛。那后来 Nancy 是抢救一整个晚上之后，隔天早上还是宣告不治。然后他当年是36岁，所以他还蛮年轻的。那后来警察马上就把 Kurt 带回去警局要问话嘛。那 Kurt 就一直说他没有，他说不是，他说他整个晚上都在那个他的书房里面，他说他在 check his email， 他说他是听到那个 gunshot 之后才跑去房间才看到这个画面。然后警察就说，那你的手上为什么会有血？他说因为我跑到房间的时候看到 Nancy， 我才赶快去把他抱起来。他说我的手上的血是因为我去抱他才会有血的。哦，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Kurt 一直跟警察说，你们有没有 check the gunshot residue， 你们有没有检查在他手上的那个弹药残留。他就说如果你去检查，你就会知道真相了，因为我的手上没有 gunshot residue， 可 Nancy 的一定有。他说因为是他自己射他自己的。你们有没有检查？他就是一直不停的 push 这一个事情，就很怪。就是因为照来讲，好，如果你的老婆真的做这件事情，你怎么会一直在纠结在这个点说你们有没有去检查弹药残留这件事。警察还有问他说为什么你的脸上有这个 blood mist， 然后他就说哦，那是因为我去到房间之后我不是把他抱起来吗，然后 Nancy 从他嘴巴就是有吐血出来。警察后来在讲说他这个 blood mist 绝对不是说是人家从嘴巴喷出来的血，因为那个 mist 是非常非常细很薄的，就是它是透过空气传播，等于就是那个枪在开的时候 Kurt 的人一定是在很近的距离，那个血才会这样传播之后到他的脸上，因为那不是一片这样打上来，那是薄薄的，是 mist。 所以警察就说那不可能是他从嘴巴吐血出来，而且后来那个 autopsy 也显示 Nancy 的嘴巴跟鼻子里面是没有血的，所以 Kurt 的这一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警察就说那你告诉我们当天晚上事发的经过，你再跟我们讲一次。 Kurt 就说他们去那个 party 嘛，那个 party 回家之后，他就在那个他的书房里面，他说他在 check his email， 然后他就听到那个 gunshot， 他才跑去 master bedroom， 然后他说他一进到 master bedroom 的时候是看到 Nancy 在床上，他说是他把 Nancy 从床上移到那个 chaise lounge 上面去。然后警察那时候心想说不对，因为他那个床上完全没有任何一滴血，所以今天如果 Nancy 原本在床上应该会有血啊，但床上没有血。好，那我们继续。然后因为 Kurt 就他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都是有带动作的，就他会说哦，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我把他移到 chaise lounge， 说我就是有一点像是cradle her 这种感觉，就是我让他躺在我的怀里，他就有做这个动作。然后他就说我就问他说 why did you do it，可是他的右手他是比这个姿势，然后他自己有发现，他马上就把手收起来这样。可是警察完全都有看到，我就不能说他是就是他不，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真的是有这样做，
就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有点笨，就是这样，然后他才打电话报警这一系列的。那后来警察当然是不相信啊，那 Kurt 马上就请律师，所以律师就有站出来帮他讲话，就说没有他们，他就说律师 Kurt 的律师是讲说他们后来有找到一个 Nancy 留的遗书，可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硬要熬，就是那根本就不像是好，那个遗书呢，它是在一个照片的翻过来的背后，然后它是粘在这个照片背后的，而且它不是完整的一张纸哦，它是像是一个笔记本里面，然后撕下一段这样，就是它还不是整齐的，它是这样撕下来的一片纸条，然后是粘在一个照片的背后，所以还不是说很明显。然后这点我等一下要讲为什么重要。好，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内容是真的是 Nancy 写的没有错，那那个内容是一个 Nancy 很喜欢的美国的诗人，他叫做 Walt Whitman 的一句诗，就是一首诗的其中一句，然后那个诗是这样写的，他写说 What indeed is beautiful except death and love? Kurt, please get help. 他是这样写的，然后 Kurt 的律师就说这是遗书，然后我觉得其实你要硬要这样讲，你好像要硬凹也是可以，因为他确实是有提到 death， 可是我觉得有这么明显吗？其实没有，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他觉得我要跟你离婚了，然后就是 Nancy 觉得说我要跟你离婚，那 please get help， 就是 我受不了你了，这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他要去死，只是他要离开你，只是这样而已。可是 Kurt 的律师就一直说这就是遗书，这就是遗书。那警察他在讲说其实不太合理的地方是，通常遗书像 Nancy 跟他的家人这么好的关系之下，这样的人如果要留遗书，他们通常都会说 I'm sorry I have to do this， 就他们通常都会跟家人说再见，不会讲的这么不清不楚。然后还有就是遗书通常他们都会留在很明显的地方，他不会去把它藏在一个照片的背后，所以警察也就觉得他们不相信，可是确实是有这一封这个纸条没有错。然后后来检察官他们决定说先不要告 Kurt， 就先不起诉，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当下的证据还不够，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当下就去开庭就去起诉 Kurt， 很有可能会被判无罪，所以他们决定要保留这个权利，他们决定他们没有就是不马上告他就对了，先放他走，他们想要继续收集证据，等到他们觉得证据真的都充足了他们才要去告他，所以他们就决定先不告嘛。就他们 一宣布说我们先不告， Kurt 马上跑去阿根廷。后来在讲说他说 我原本没有要逃啊，他说我只是想要去度个假，他说原本有要回来的、啊、后来他到阿根廷之后他就马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叫 Paula， 然后他跟 Paula 认识40天就结婚，然后 Paula 刚刚好是一个阿根廷非常有名的人，他是阿根廷的一个人权斗士，常会去参加很多演讲啊，然后campaign 啊这的一个人， 他在阿根廷很有名，就原本就很有名。 Kurt 就是跟他这样的一个人结婚，那他在结婚之后没有多久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然后后来好在2003年的12月就是隔一年，警察他们觉得说我们收集过够足够的证据了，包括说他们在 Nancy 的指甲里面发现 Kurt 的 DNA， 那其实这点非常不合理，因为今天你正常来讲你就算是拥抱或是近距离的接触，你也不可能在指甲缝里面有 DNA， 因为一定是你去抓到它或什么才会有 DNA 在这么细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还有就是那个 Kurt 不是说当天晚上他是在书房看他的 email 吗？可是后来警察发现书房的那个电脑在晚上七点之后从来没有开机过，所以你说你在检查 email， 那你在看什么？因为电脑是关机的、啊、当然不止这些，这只是其中一些证据。那警察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收集够了，我们要来提告，才发现说 Kurt 人已经不在美国了，他跑去阿根廷。那美国跟阿根廷是有引渡条款的，所以他们马上就请就是申请那个引渡那怎么讲啊，就是他们就是引渡条约，他们就去申请这个东西，然后派国际警察去到阿根廷要去抓 Kurt。 然后后来国际警察真的就去阿根廷把 Kurt 抓到了，抓到了之后 Paula 马上就站出来讲说，他说 Kurt 是被美国政治迫害，他就说是美国在就是他老公没有做错事，他老公是无辜的，然后他甚至就是会利用他的这两，我不知道讲利用会不会有点重，可是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是利用，他会叫他的两个小孩站到街上，然后拿那种很大的木板，然后上面写说 Please help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kill my father， 然后你要想他们很小，可能六岁五岁，那
所以他们看起来就很可怜啊。那大家当然，尤其是阿根廷的人，一定就会觉得美国很坏，你懂意思吗？因为他们可能搞不清楚状况。Pola 本来就有认识很多一样都是人权斗士的朋友嘛，就变成是全部的这些人权斗士的人全部都站出来要帮 Kurt 讲话，就说是美国政府在欺负 Kurt。然后 Kurt 不是被 Interpol 就是逮捕嘛？那那时候阿根廷的法官还在犹豫说，是不是要同意这个就是引渡条款，是不是要真的要让 Interpol 把Kurt 带回美国。然后后来阿根廷的法官决定不同意，他们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Corrado 是还有 capital punishment 的，然后因为阿根廷是已经没有死刑了，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把 Kurt 送回去 Corrado， 等于就是送他去死，那这是 inhumane 的事情。他说所以我们不同意，我们不能这么做。 Corrado 那边就站出来讲说，他说那我们会签同意书给你，跟你讲说我们答应你，我们不会 seek capital punishment， 最多就是 life in prison， 那你要把他放回来，就是我们不会判他死刑，可是你还是要把他放回来就对了。阿根廷就是还在犹豫，等于是第一次阿根廷不同意的时候， Interpol 就把 Kurt 放出来了嘛。然后 Kurt 一旦被放出来之后，他就马上跟他的老婆 Paula 开始就是 start their own campaign， 他们就开始说就是我们就是被美国政治迫害，然后包括 Paula 的朋友全部都站出来帮 Kurt 讲话，然后他们还出了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就是在写说美国是怎么样欺负跟就是打压 Kurt。然后包括 Kurt 不是那时候被逮捕的时候发现脸上有很多伤吗，包括那些 bruises 啊什么的， Kurt 就说那其实是警察打他的。然后他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而且包括 Kurt 那时候在美国原本的那个律师他有被访问，他就说 Kurt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警察打他，连他自己的律师都这样讲哦，说没有听过警察打他这件事情。然后好，他们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警察要打你嘛，就是你总在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打你啊，因为这你杀你老婆跟警察其实没有关系啊，你又不是什么 spy。 然后他才说哦，我其实原本不想讲啦，可是就是现在这样我可能也只能讲出来。他说你们记得我那时候不是有去到 Ground Zero 吗，他说我到 Ground Zero 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才刚刚发生，然后好像政府就很急着要 clean up 这种感觉。还有说包括说他们不是说那个飞机的那个黑盒子就是整个因为太热就是不见了吗，他说可是我在 Ground Zero 我有看到飞机的椅子，完整的椅子。他说那如果椅子都可以留下来，黑盒子为什么不行。他说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说有一点可疑，我就去跟我的主管讲说有点奇怪耶，是不是有点怪，为什么他们说黑盒子不见。他说可是他的主管就说 Kurt 你不要讲那么多，你就回家。他说他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被他的主管送回家，可是大家记不记得他不是因为这样，他是因为他吸毒被他老婆告状，所以他才被送回家的。反正他一直就说他就是因为知道一些911的内情。我其实知道有一些人相信就是那些911的 conspiracy theory，那我觉得我今天也没有要去讨论说到底大家相信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去相信你们想要相信的东西。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Kurt 他提出他这一系列说他是因为知道一些秘密，所以他说好巧哦，他说我2001年去这个 Ground Zero， 然后我发现这些事情，2002年我就 I was framed of the murder of my own wife， 他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他知道一些秘密，所以美国故意要政治迫害他，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可是我要说的是他从到现在他都没有拿出任何一个证据是他真的知道什么，你懂意思吗？他没有拿出一个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比如说事实或是一个证，从来都没有。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在911过后一个礼拜他才去到 Ground Zero， 所以他根本也不是从开始就在那边，然后他最晚去 最早走嘛，因为他就吸毒被发现啊。所以我要说的是今天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只是我一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拿出任何一个证据说他真的是知道某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所以他被这样。就是因为他去上了很多阿根廷的电视节目，还有他出的那本书啊，还有他的老婆啊，反正就是很多阿根廷的人都相信 Kurt 就是被美国欺负被美国打压，然后变成是他有点变成是阿根廷的英雄，因为大家觉得他是 the whistleblower， 你懂吗？还有一点是因为2007年那个时候阿根廷正要政治总统大选，那时候有两个派出来的候选人嘛，最有可能赢的其中一个他叫 Christina， 那他这一个人这一派的那一年的 campaign 他是主打，因为 Christina 是很受那种阿根廷的劳工阶级支持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很讨厌那种
大国家、资本主义啊、大集团这种感觉，他的 campaign 就是这样啦。所以 Christina 那一年的主张就是他并没有很喜欢美国，我们没有要跟美国靠很近，这是他走的路线嘛。我觉得 Kurt 完全就搭上那一波就是顺风车，然后 Christina 也就是真的是帮助他，后来每一次科罗拉多州申请的那个引渡条款全部都被拒绝，他们申请很多次就是要叫 Kurt 回来，叫 Kurt 回来，然后阿根廷每次都说不行不行，就是我们拒绝拒绝拒绝，每一次。甚至 Paula 他有被美国的记者访问，他们就问他说 you know that right, like we're not seeking capital punishment, 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放他回来，然后 Paula 讲说可是 life in prison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ng, 然后我就觉得说 wait what, like 你们当时候是说因为科罗拉多州有死刑所以你不放他回来，然后你现在又说 life in prison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ng, 那我觉得那他杀了人勒，那我这件事情就这样。然后一直到那时候2015年，因为 Christina 2007年真的就当选，他当总统，然后他后来有连任，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他最后一年嘛，他就要下台了。然后原本大家就在期待说是不是这个政权因为要换人做了嘛，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可以把 Kurt 送回来。结果 Christina 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天，就是他当总统的最后一天， She granted permanent political asylum to Kurt, 所以 Kurt 他这辈子就是他永远都有阿根廷的政治庇护，他可以永远不要回来美国，然后美国这边也再也不能申请引渡把他调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永远不会开庭，永远不会被审判，就是这样。当然 Nancy 的家人很难过啊，然后很生气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可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蛮神奇跟蛮可，你要想今天 Kurt 在科罗拉多州是一个大家怀疑他是杀人犯，然后他是吸毒的人，酗酒的人，可是他在阿根廷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whistleblower, 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阿根廷跟他的老婆还有他的两个小孩。反正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些阴谋论啦，911的阴谋论，但当然对，当然不可能，对啊，他们以为美国政府可以做这样吗？对啊，他们没有那么厉害，所以那你这么大的秘密，我知道有一些人是真的相信那些有的没的啦，我知道啊，是真的有，而且是他们认真根深蒂固的相信就是这样。我觉得今天除非你真的拿出一个证据，就是真的是很有力的证据，不要像 Kurt 这样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说哦，我就是被政治迫害，然后我会觉得他很过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你利用这些事情，就是911真的是一件多少人的痛，然后你就是有点这样 twist, you know, 就是等于是你有点利用所有的东西来帮你，包括说你利用你在阿根廷的老婆，你利用你在阿根廷的小孩为你脱罪这种感觉。当然今天是还没有真的确定就是他杀的，只是我一直间根本也没有机会去证明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做的，因为他就是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很过分啊，很不公平啊，因为今天他根本 there's no trial, you know, 所以你根本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真正是怎么样，但是这么多证据就指向说他就是很可疑，可是他就是不用回来负责。然后我现在要补充的是，在他那时候被抓去坐牢的时候，在检察官还没有说我们现在先不起诉之前，他不是被关在牢里面吗？然后他在牢里面就有牢友嘛，就跟他住在同一个那个牢房的人，他们后来有两个后来站出来讲说Kurt 在牢房里面跟他们炫耀说我杀了我老婆，然后他们不可能抓到我，还跟他们就是算是就是吹牛，就说很自豪，他很骄傲，他就说你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手没有那个 gunshot residue 吗？他说 saran wrap。喂，他说了吗？他跟这个牢里面的这个牢友算叫牢友吧，就跟他住在同一个牢房那个人讲说，我用 saran wrap 把我的手包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手上没有 gunshot residue。嗯，然后还有哦，还有一点我刚刚忘了讲，因为他不是除了脸上有那个 blood mist 吗？之外，他的袖子跟他的裤子上面都有测到 gunshot residue。然后警察就在讲说，这不可能，今天你只有在你在枪开的那一刹那，你在同一个空间，你才有可能沾到这个东西。今天就算说你是在别的房间，后来跑过来，你在抱 Nancy 那些的，你都不会沾到，就是你一定是在那边。这也是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他人一定是在现场，可是他说他没有，他说他在书房啊，就是有两个人出来说他有讲是他杀的，可是
You know, like,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会相信监狱里面的人讲的话，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他想要可以早一点出去啊，你懂吗？他想说我来讲就是他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可以少一点刑责之类的。所以可是有两个人这样站出来讲，他有这样讲。Yeah,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扯得非常远。有没有很复杂？好复杂，真的。对啊，可是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件，然后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听完之后超生气，因为我觉得很不公平，但 I guess it is what it is, you know? 对啊，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好啊，那就是这个礼拜的快吃，希望你们还喜欢，欢迎你们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那我们就下次有机会见，拜拜。